大家好，今天我二表哥打电话说去他这里来看一下啊，因为来了这么久嘛，也一直没到他这里来玩过。像之前的话，他也是在吉隆，后面他也是到这里，我们一个县啊，这里是惠州大理这边，然后也去他这里坐一下看一下，买了一点饮料。牛牛，咱们看，我们等二伯。哎，二伯，二伯，二哥，哎，咱们抱下牛牛来，二伯吧，哎呀，抱一下嘛，哎呀，抱一下嘛，不可能，自己找，你要拿些东西干嘛？自己，没什么的，买点饮料，拿点去，你帮拿嘛。这里有一箱，我来拿吧，我来拿。我提东西噻，你真的是，来给你们。没买什么，买有点。我再给你们聊。牛不喝，你牛不喝这个。你在二哥店还那么客气，我哪好意思啊？这不能说一直大方点吗？一直想在你来耍的，之前有点忙嘛。二哥，这是什么狗哦？泰迪。这样啊？嗯哼。这是以前我在那个厂的那个老板娘，她的大狗好看啊。给我送的。哦。哎。哇。走。走，先上狗。妞妞，叫二伯，叫二伯喂，叫二伯，不认识，他好久没认识，没不不是，没有，上次在家是见的，很久了，他人忘了。你看，当然是喜欢那个，小朋友来抓过去，把小二哥现在哪里忙吧？我那个厂帮工帮完了，你二嫂那个厂比较忙，二嫂比较忙是吧？二哥这边也是一些鞋厂啊，全部都是鞋厂，全部都是鞋厂，也是跟那个吉隆是一样的，哦，只是说他那边的环境好些，他比吉隆对对这边的环境好一点，环境好一点啊，环境稍微好一点，但是说住房在这里啊，就住那个几楼啊，怎么样？10楼，4楼，嗯，我看视频有点像这里啊，兄弟啊，是吧？这里我们天天都这个车。那车子是我养的厂，二哥的车啊，哎，是个老车了，是吧？就说有地方停车是蛮好的。哎，我那个地方有地方停，这里晒方太阳的，是吧？特别晒太阳那个车子，哎，不要去摸它。打它哈，明天我打它哈，我再打它。你看，连大包小包的提起来就没用，小孩些带些不容易啊，是吧？没买过这。快走，快走！这边房子还可以哈。啊，点点大些。比我们那房子大些。比我们大些。那你要来二伯抱一下来。啊，二伯抱看狗狗。好久没看见过了，没见了。哦，要骑那个呀？肯定有人拿点东西骑哈。那个可以骑不？他不骑那些二伯。啊？他不骑。妞妞，不能吃你的啊，不能吃他。这是来一趟你的没事。啊，那谢谢二伯。嗯，你还一点都不客气。你说我知道什么客气啊？是吧？等我知道了，我肯定会说谢谢二伯，对不对？这里是一房一厅啊。哎，一房一厅。一房一厅很小。还可以。嗯，反正就是说打工嘛。对呀。只要是说，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没必要说住在那么太好。嗯，是。可以了，可以了。来，也是很那个。很快就到了一个月哈，是啊，房租很贵，是啊，坐，快坐，坐一下，这个房子又小的，不来了就是给二哥他们又添麻烦，那添什么麻烦呢？你看大包小包的拿出来，是不是？来，牛牛坐，牛牛坐这里哈，啊，他现在闲不住，他是闲不住，他那是正是刚学会走路，是，对，来，二伯好喜欢牛牛，来，二伯抱来坐，哎呦，哎呀，你看牛牛也像大人一样啊。今天我们来摆家常，你们好，要得不？我说来二伯这里不要捣乱了啊！嗯，不捣乱，要乖，坐捣乱二伯也喜欢，是。坐着乖孩子啊！哎，对，哦，那个长城啊，你看，所以不到长城最好看。牛牛长大了就一定要到长城去哈，是不是？好，带二伯去好不好？是好。哦，我住在那里的长城。哎，那里有长城，还有老鹰，是不是？大展宏图。哎，二哥，你这个房子一个月多少钱？300多块钱。那还是挺便宜的。啊，是啊。我们那个单间一个月都400块。这上面的房子不算贵。
比下面还便宜。你这个应该是那种就是私人修的房子，然后再出租。对对对对对，他这个房子是海丰的老板他自己在修。哦，自己修。嗯，他不属于转了二手的那种算。如果转了二手的那种就比较贵一点。哎，嗯。你看牛牛是像个小大人，哎呀，牛牛脚还要这样弄一弄的，这好悠闲了啊。牛牛来，脚这样蹬一下来，牛牛脚小脚脚这里，来。哈哈哈哈哈！牛牛，要不要小狗狗？送一个小狗狗给你，好不好？好不好？他享受噻，他在享受。嗯嗯，乖乖的脚啊，是吧？有时候很听话，有时候调皮的很。小孩子就是这样，是吧？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不调皮，他长，是不是？那肯定不行了。我都喜欢小孩子，就是说小的时候调皮点无所谓，但是就是说原则性的东西我们不将就他。带孩子就是这样，我带孩带孩子就是这样，原则性的东西不行，我们就是不给他，对，不能将就他，是吧？是，我们可以爱他，但是不能宠，不能溺爱，嗯，是不是？对，嗯，是。我看玲玲，我就最喜欢了，我就喜欢他这种性格。没有，我觉得二哥二嫂教育的那两个小孩好听话，学习又好。没有，哇，玲玲，你看二哥给你买好多，我这个啊，十个，哪里有好吃的？是的，这个拿个管给牛牛喝哈。哎呀，你牛牛，说谢谢二伯，你看二伯就是，来，难道你是这么喝的？哎，牛牛呢？好，不怕不怕。他喝牛奶，他吃个他，嗯，甜不甜？甜不甜？还喝不？谢谢二伯，我那个那个椅子让你叫了。牛牛，他也想吃是不是？我们不给他吃，他不听话啊，没牛牛听话，对不对？是不是牛牛？你看他也想吃，我们不给他吃，来给你喝，给牛牛喝啊。小丽就喝这个王老吉哈。啊，我你们老板我不喝。你喝王老吉吧。我刚才喝了，现在不喝。因为我觉得烧点开水的话也没那么好，也没什么好喝。我们又不像那个本地人搞茶，是不是？那一套茶具什么的。本地人就喜欢喝茶。对啊。那是老板啊。我们来了这么多年还茶具，感觉不习惯了。嗯。没喝习惯，以前开厂的时候就搞那一套，没开厂了那一套就忘了。十二哥他们那个时候跟小木哥他们两个那时候在很多年以前他们两个合伙开厂，这样啊？对，那个时候我们也自己，那时候你是刚刚才来没多久啊？没来没多久，那个时候汉哥啊还有那个四哥我们一起给我们打包装，在打包装有时候还加班呢，加班就二哥就买夜宵给我们吃，有时候搞累了还买点啤酒啊饮料这些。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你们现在哎，对了，我看你在带那个鞋子之类的，我们这边有个工厂，它只有靴子这些，有没有印象？哦，靴子啊。嗯。靴子主要是它质量怎么样啊？质量还是可以，但是我就怕我们的这个粉丝群体对这个靴子之类的需求量行不行？是。是。粉丝主要是靴子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点小。小是吧？啊，因为像我们的粉丝朋友嘛，基本上都是南方的比较多。对对对，因为它天气没那么冷吧。我就是说，如果说你带得动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两个大型一点的工厂，质量特别好。但是如果说带不动就没必要，是因为粉丝家不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带，需求比较少。因为南方的朋友，他气候没那么冷，对，他一般都很少穿靴子，是不是？那我本来我认为你上来玩一下的话，我就看你。跟厂家，如果你有那个想法了，我带你去看一下。没有的话就算了，没有等一下我们就去，吃了饭了再说啊。靴子应该就不看了吧，因为靴子。现在不干了嘛，因为我们也准备回云南那边了，因为在这边的话。你们打算去云南是不是？啊、我是我看你们的事情就说要去云南啊。因为这几天天天下雨，所以就他开车也不方便一个人。对，可能说他太累了，关键又带小孩子。啊，是啊。啊，注意安全开车。啊，不怕牛牛，不怕啊，不怕。他是想出来吃喝牛奶，如果我们反正到哪里都是为了维持生活，对不对？是是。因为小孩子带着也有负担，说实话，你说光是以前两个人的时候，他还不觉得有什么压力，是不是？现在带一个小家伙，各方面的开支也不小啊。因为我们是过来人，我们就知道这些事。嗯。那二哥，你今年有什么打算？我也是看看能不能再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话就再说，找不到工作可能也要回去。又要回去啊？嗯，
觉得就还是过年跟二嫂一起回去吧。也是，反正本来的打算初衷是这样子的，看找工作实在找不到，工作别急嘛，慢慢找，找其他的工作做也可以嘛。是啊，工作还是有的，在这边、工厂。就是做我的本职工作的，现在就比较少。如果其他工作应该也有。日理应该鞋厂应该都会吧？基本上全他都会。对啊对啊。只是说手脚的问题，像我们去做那些手工的话，手脚没那么快，就是做机件的就没那么快。因为好多年没做了，是吧？我们一直是做计时的，就是说，搞开发是不是？是啊是啊。做其他的可能手脚比较慢。是做鞋的话，日哥是最懂的。也不是最懂，反正基本上了解。每个工作他都做，会做。他现在是做师傅，做设计的。对，是，都不容易，二哥啊，加油！不容易，哎，加油，必须要加油，是吧？这几年，二哥很快就熬过来了，因为带有两个小孩，读完书上学以后压力大，像我们就好了。现在你想，我们每个月都要生活费。二哥再过两年就好了。还要等个四五年。四五年。还想我，对，然后还读研究生呢，还读研究生，是的，研究生读出来可能我就轻松些了，反正人就是没有轻松，是不是？是，反正走到哪里都是要努力，没有容易两个字，哦，牛牛，努力，加油，要看哥哥啊。